南瓜尖，再不吃都老了。还有个独立包装的霉豆腐。肥肠。这些米饭是用那个外婆菜炒的，所以特别香。拜拜。
说外婆菜，炒鸡蛋，炒辣椒或者炒腊肉，拌米饭绝了，特别下饭，很好吃。咱们家这个外婆菜现在有活动啊，9.99发6包，嗯，它是免洗免切的，收到货直接吃也可以，炒一下更好吃啊，建议炒一下，搞点辣椒或者搞点腊肉炒一下。我今天炒鸡蛋，炒鸡蛋特别香，配粥配米饭，夹在馒头里面。肥腊肉，这个拌米饭太香了，好下饭。太香了。